园里青涩的恋爱是最美好的。笑吧，不能让你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如果校花是我，学霸也是我，那该有多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子，你该不会是喜欢这边的妹子吧？嗯。你为什么知道？你在想，我就知道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一个能够实现你们任何愿望的天使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你把你的时间交给我，我可以帮你实现任何事情。那就这样成交了。嗯，好好好，可以。骗我当我儿子啊！可恶，你除了有钱，没有给我爱。
举手快点。我啊，还是要你命。哼，我下去吧。啊，你没压力，我没想。哎，你这辈子已经都被恶魔所利用了。那我可以从头来过这一生，让你来拯救我吗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但是你可以把握现在，多向神祷告，多依赖神，那我将能够陪你走过剩下的路。好的，那我会继续做美好的人生。好。在经历许多失去之后，才明白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这位太太，你先生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他昨天被车子碾过三次，撞飞50公尺，又被拖行20公尺。哦，我看了他的 X 光片，骨头拍掉了，但是用我的巧手，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